竟然有专门的星球来养殖奴隶，你们认识？地球一旦暴露在这样的宇宙里，一定会万劫不复。都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宝物。我需要钱，很多很多的钱。上流一点儿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能做的也只有让你们同族间不受分离之苦。现在还差最后一件事。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出发，白蓝星。